唉，浩谦，点解你咁唔开心嘅？我细个自己咩都做唔好啊，点解咁灰嘅？今日派嘅考试成绩我全部都好低分，咁下次再努力咯。努力都冇用噶啦，我都攞唔到第一名。成绩唔代表一切噶。我都唔知成绩低，我仲要咩擅长嘢都冇，我有时仲觉得自己一个失败者。唔好咁谂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，净系你啊，未发现自己嘅优点啫嘛。浩谦，佩晴，发生啲咩事啊？你哋喺度倾啲咩啊？老师，浩谦成日觉得自己咩都做唔好，好唔开心啊！系啊，我成日都自己咩都做唔好，无论做咩都会失败。浩谦，你知唔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？我哋做到嘅就系正面咁面对困难，我哋不如揾其他同学倾倾。好啦。各位同学，老师想更加了解你哋，不如分享下自己嘅长处或者优点啦。我画画好叻，试下你攞好高分。我好擅长音乐，我识弹琴同埋打手钟。我擅长跳舞。同埋樂器，例如笛子同琵琶。我哋擅長體育。我跳舞又叻，又經常攞到獎。我踩單車好叻，參加咗好多單車比賽。我擅長計數，仲拎咗好多奧數嘅獎。雖然我冇好似佢哋咁樣攞咁多獎，但不過我好有責任心嘅圖書館管理員。无论是几细微的事都好，都是属于你的一部分，都值得欣赏的。浩谦，你呢？我想我的优点就是懂得去帮人。每次有什么事，你都是第一个出来帮手的，你怎会没有优点呢？学识欣赏和肯定自己，就可以更好地面对挑战。我明白了，多谢你的支持和鼓励。看来你唔止学识咗欣赏自己，仲学识咗感恩其他人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大家记住，无论遇到咩挑战，只要我哋保持正面嘅心态，一定可以跨越所有难关嘅。